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2020年4月11日莲生法王卢盛彦在美国西雅图雷藏寺主持周六同修之后，针对网络上弟子所提出的疑问，精彩宝贵法语开示。以第一节九节活风为例，观想白光进入右脉，化为红光，顺着左脉运行至左鼻孔出去，变成黑色的气排出去。请教观想红光在脉中循环一周期间，是以闭气状态，而观想白光进入时吸气及排出黑气时吐气吗？我告诉您，这个是就是九节活风的吸气闭气。闭气不是很久，吸进来，从这个右鼻孔进，右鼻孔进的时候是用刚刚开始的时候你要练习这样子，塞住你的左鼻孔啊，右鼻孔吸，其实也没有闭气了，就是用你的意念吸进来呼出去，就是这样子，然后左鼻孔进，只是加上白色的光，红色的在循环，黑色的呼出去，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两个鼻孔进，两个鼻孔出，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闭气，只是让气在里面的脉循环而已。有关金刚心菩萨法修持，在入三昧地时前悉观想虚空中对生本尊移住行者顶，但在修法开始时已观想师尊住顶，请教此时是否应观想金刚心菩萨与师尊合一，后变化金刚心菩萨住顶，再进入再行入我观后进入三昧地吗？没有错，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啊，有一个重点，这里面有一个重点我要讲一下。师尊本人每一个修行的弟子都要知道，师尊就是金刚萨埵，师尊就是金刚心菩萨，师尊也是金刚手菩萨，这个是一个要点。所以在密教里面有关师尊，观想到师尊的时候，你可以转成金刚萨埵。所以金刚萨埵跟师尊是合一的，跟卢师尊是合一的，金刚心菩萨跟卢师尊是合一的，金刚手菩萨跟师尊也是合一的。这是一个要诀，这是一个口诀，在密教里面有一个口诀，无二分别，没有分别。所以师尊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金刚持好了，第一金刚持
就是阿达尔玛佛普贤王如来，就叫第一金刚指。第二金刚指就是五方佛，就是第二金刚指。金刚萨埵又是第三金刚指。第三金刚指，我讲从阿达尔玛佛金刚指，五方佛金刚指，然后金刚萨埵就是第三层的金刚指，师尊就是第四层的金刚指，所以可以结合在一起，金刚持一直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师尊本身就是金刚萨埵。你把金刚心、金刚手、金刚萨埵三者合一，所以都可以变成合一的，所以进入到你里面，入三昧地，你变成金刚萨埵，你就是第五层的金刚萨埵，行者就是第五层的金刚萨埵，啊，师尊是第四层，阿达尔玛佛、五方佛、金刚萨埵、卢师尊、行者，就是五层的金刚萨埵。要做这样子的观想，这个就叫做你观想自己的本心。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心性是什么？所以这里心跟心性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心？心就是我们本身的念头，你自己的习气都叫做你的心。如果是心性，就是你修行得来的原来的佛性，就叫做你的心性。所以密教里面讲到心性，就是讲佛性，讲心就是你的念头跟你的习性，讲心性就是佛性，要这样子分别。所以你心性是什么啊？你的心性就是金刚萨埵，就是第五层的金刚萨埵，阿达尔玛佛第一层，五方佛第二层，金刚萨埵第三层，你的根本上师是第四层，你自己的心性就是第五层的金刚萨埵。这样了解了吗？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胜彦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带领同修并讲解道果，星期天在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近期法会的主尊有虎头金刚、救瘟疫度母、瑶池金母、马童明王，欢迎您传真报名以及收看网络直播，详情请电0492312992。解脱道指的是佛教行者透过修持戒定慧达到涅槃解脱的过程，想要深入了解佛教密宗法门及生成佛的修行原理，以及莲生法王卢胜彦实修密法成就的口诀心要，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卢胜彦文集最新作品《解脱道口诀》，详情请电0492312992。这里有讲到，师尊你好，阿弥陀佛，我是一名佛教的信众，仰慕真佛宗已久，非常希望皈依真佛宗，可是因为所在国家跟学业缠身，无法抽空来西雅图求灌顶，
于是我便按照师尊开示的摇冠方法在家做了皈依仪式，但是由于特殊原因，我无法写信到真佛密院来告知我的地址等信息。请问如果只在家做完皈依仪式不寄信，可以成为真佛弟子便修法吗？如果可以修法，能否从上师相应法先开始修持信众一昧？请师尊慈悲开示。你只要用了心就得到灌顶，因为金刚持覆满了整个虚空，也就是你不管你在哪里，就是算躲在这个保险箱里面，你在虔诚的在你很大的保险箱里面，你自己在求灌顶，照样得到灌顶。因为金刚持也就是偏照，什么叫做偏照？就是说无所不照，那个光自然降在你的身上，你只要用了心，你就是真佛中的弟子。你按照仪式做了，你用心去做了，你就是真佛中弟子。很简单讲，就是你已经是真佛中弟子。那么密教的修法呢，还是从家行法先开始比较好，也就是大礼拜、大供养啊，四皈依，发四无量心，做四个本身的这个家行法。密教里面最重要有三点，这是宗喀巴祖师讲的，一个是出离心。什么是出离心呢？你出家了就是有出离心，你没有出家在家，你也想要脱解脱轮回，就是出离心。你在家居士一样有出离心，为什么呢？你要脱离轮回就是出离心，这是最重要的。你皈依邪佛就是有出离心。第二个有慈悲心，你不只有出离心哦，你还有慈悲心。慈悲心就是救度众生的心，你想要救度众生，所以你有慈悲心。第三个，你必须要中观正见。宗喀巴讲了，你一定要有中观正见，因为你没有正见，出离心也会坏的。什么叫出离呀？我说，哎呀，我不想在人间呢，我就咔嚓，我就不想在人间呐，我讨厌人间呐，人间很烦呐，我就咕噜上吊，就是走入歧途啊。还是一样要六道轮回，你自杀啊，就是很激烈的举动，我要出离，我不喜欢在人间，我讨厌人间轮回，我讨厌所有的轮回，我就这就偏见。有了这个偏见，就没有中观正见，就完蛋了。
你慈悲心一样要有中观正见啊，对不对？像我们西雅图雷藏寺如果开放，欢迎所有的人都来吃饭，没有限制，那个流浪汉全部进来了，那还得了啊？那我们西雅图雷藏寺很快就倒闭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中观正见，你总要有正见才行，慈悲心还要有中观正见，出离心也要有正见，正见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的佛法都是在讲正见。啊，佛教里面所谓的中观见跟唯识见都是正见，你偏离了中观正见就走入歧途，所以出离心有歧途，慈悲心也会有歧途，要注意不要偏离歧途的。好，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胜彦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带领同修并讲解道果，星期天在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近期法会的主尊有虎头金刚、救瘟疫度母、瑶池金母、马童尼王，欢迎您传真报名以及收看网络直播，详情请电0492312992。解脱道指的是佛教行者透过修持戒定慧达到涅槃解脱的过程，想要深入了解佛教密宗法门及生成佛的修行原理，以及莲生法王卢胜彦实修密法成就的口诀心要，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卢胜彦文集最新作品《解脱道口诀》，详情请电0492312992。给你点上心灯，节目这个阶段我们再来看2020年4月12日莲生法王卢胜彦在美国彩虹雷藏寺主持救瘟疫度母法会之后，针对网络上弟子提出的疑问，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今天呢，世界正佛宗宗务委员会向师尊报告，目前持诵救瘟疫度母心咒有247个道场，那直到今天呢，救瘟疫度母持咒的数目一共是个十百千，我念好了，6192万1709遍啊，6192万1709遍，共念了这么多的救瘟疫度母的心咒，有247个道场参与。参与这个念咒。那么现在呢，跟大家讲啊，这个也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因为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啊，每一本的，你注意到每一本的经典都是有弟子发问，然后释迦牟尼佛来解答。啊，是弟子发问，释迦牟尼佛来解答。啊，事实上，这个佛陀自说很少，自己
奖金很少，大部分都是由弟子发问，他来解答。这个一问一答，这释迦牟尼佛答的，这个在互动之中，才结集成为经跟序，都是这样子的。啊，自说的经典比较少，一问一答的经典比较多，所以现在有同门问师尊。释迦行每一项都必须做满十万遍，弟子都可以分别做到，唯独供养不知道如何做到，因为饭前早午晚和烧香总共一天只有四遍。那相信这一辈子也做不完，请师尊提示要如何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又或者可以发上几年内可以完成。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关于这个大供养不是很容易啊，不是很容易。但是这个供养是属于曼达拉的供养，曼达拉必须要用曼达拉的这个盘，曼达拉的盘来做供养。那个释迦行啊，有规定，每一项啊，像大礼拜啊、大供养啊、四皈依啊、这个发四无量心啊，都是要做满十万遍，十万遍。你用曼达盘的供养，一样也要做满十万遍。那么有一个方法能让你的数目在做供曼达拉盘的时候能够很快的供养到全部，很快的，也就是在你一个小时之内全部做曼达拉供养。你一盘米，好像曼达拉，你知道吗？现在的我们这里有曼达拉吗？哦，这个没错，这个盘就是曼达拉盘。会不会挡到啊？因为没有哈，对呀，这个曼达拉盘呢？它主要的作用是，它象征十方的法界，象征十法界。十法界呢，也就是可以讲，就是四圣界，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啊、哦，这个四法界、四圣界，再来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象征整个宇宙了，整个大的宇宙。那像这样子的，它里面放的是米就可以，用米就可以了。你做一次供养呢，念悉弥四周并日夜，化之珍宝
供养佛。西冥四周并日夜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念完，然后念供养咒 ：Om Sava Tathagata Idam Guru Nana Menchala Khan Ninye Dami Om Ahom。用这个手一指，然后观想，这个就是宇宙，这个就是宇宙，所有七珍八宝全部供养十法界。然后念完咒以后呢，把里面的米，他的以前的师父教啊，是要绕这个绕一圈，绕一圈，绕圈，一直在绕圈，啊，绕三圈，代表供养三千大千世界。以前是这样子，师父教的。我认为你只要比剑指在这供养旁上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做完蛋以后呢，马上把里面的米全部倒掉，这样子就是一坛。但是你的观想非常重要，把这个观想成为宇宙上下十方，把这个供养观想成为宇宙上下十方，观想西冥四周遍日夜，全部观想了，啊，观想完了就是一坛，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米拿掉，再补新的米，再做新的米，旧的米呢，你可以就买很快的，你就煮饭用，就可以煮掉，那么再补新的米，再做一遍就是两坛。再做一遍就是三坛，再做一遍就是四坛，那你一个小时里面你可以做几坛？啊，做完十万遍的曼达拉供养，就表示你的资粮，你自己本身的资粮就得到活菩萨的加持。